兄弟啊，你家这空调也太高了，有没有梯子啥的？没有啊。那咋整？我够的费劲呢，不好修啊。哎呀，你踩我肩膀吧，来吧。那行，那你注意点啊。哎，行行行，没事。服务员，哎，来了。哎，这咋的啊？吃顿饭还搭一段杂技啊？ 修空调的空调坏了，哎，先生没事吧？你看你住瞅我的点儿，你修空调的啊？啊，人，哥们儿，瞅你俩这么面熟呢。哼，明星脸，修空调去吧啊！别跟我套近乎。啊，哎，兄弟，你家那电闸在哪儿？搁后面呢。哎哎哎，好好好。我让你联系咱同学那孙经理，你联系到没啊？联系着了啊。<笑> 秘书接的，来不来不一定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所有的同学我都通知到了。咱班同学你都通知了？也没有。啊，嗯，有两个在国外呢，说来不了，但剩下三十九个都说能来，怎么样？这顿饭啥主题不知道吗？咱主要请的是孙经理。 人家事业干得好，咱想上人手底下谋个一官半职，你请的也没用的同学来干啥了呀？这得花多少钱呢？不是，大笨呐，你也没跟我说。崔大笨，哎呀，你咋知道我小名呢？你谁呀？我，你都给忘了？我是你同桌。啊。 铁牛，你怎么还叫我小时候的外号呢？我有个英文名字叫 Angela 啊，Angela 铁牛，你能不能别总铁牛铁牛的？20多年没见了，看看老同学有什么变化，看看。哎，你别说，嗯，还真有变化，有，漂亮了吧？<笑>你刮胡子了。 还跟小时候一样一样的，就不能说我长得好看呢。坐这儿，过两天啊，我去整容去。啊，<笑>我就整成范冰冰的模样，你说得花多少钱？啊，你要整成范冰冰的模样，啊，2块钱吧。这咋就2块钱呢？你看啊，啊，1块钱坐公交车去，大夫一看，嗯，整不了。 1块钱坐公交回来了，<笑>先生啊，这屋空调修好了啊。嗯，不是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叫崔大笨呢？哎呀，不是咋的，我现在都这么有名了吗？啥玩意有名啊？你看好了，他是老自信。铁牛，是我。 啊，哎呀妈呀，这不咱老同学吗？大喇叭！哎呦我天哪！不是，20多年没见了啊，都快认不出来你了。是啊，是呢。不是，你咋修上空调了呢？哎呀，这几年一直做电器行业。哎呀，你看这老同学，哎呀，电器行业，那一个修理工，你撑死就是个修理行业。哎呀，自信呢？啊、今天赶巧了，正是咱们同学聚会，快坐这。 不是，我那边还有一个事儿，我忙。啥事儿啊？啥事儿能有同学聚会重要啊？20多年没见了，坐这聊聊。得嘞，坐。坐这。这。人，我就发现安哲拉铁牛。到了。那人家有事儿，你就让人家走呗。那个，我坐会儿也行。对，这就对了。坐着啊。哎，老同学。 嗯，啥玩意儿啊？啥嘛烂了？哎呀，可能我身上汗味儿吧。安哲拉铁牛啊，你不一直对你这个长相不自信吗？你挨着他坐，你就自信。<笑>那也行。<笑>你现在过去咋样啊？啊，嗯，还行。还行啊！一会儿让服务员给你上个大红袍。 大红袍，喝啥大红袍啊？大红袍啊！那大红袍喝多了，它容易上瘾。
上瘾之后你知道你上哪儿买去，是不老自信？听我的，喝点自来。啥叫自来呀、啊、自来就是自来水。行，那我喝自来水就行，喝的习惯。我说老自信呢、啊、你这工作天天是不是挺忙挺累的？还行吧。那一会儿啊，我让服务员给你上了一盘海参。这啥海参呢？还吃海参呢？吃海参呢？那啥身价啥身份吃啥海参呢？老自信，嗯，我说这话你别生气。没有，就我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，那海参我都没吃几回。你听我的，你吃虾皮儿。这个虾皮儿和海参的营养其实是一样的，还补钙，对你身体还好。你说我说的对吧？有道理。你也太过分了，大笨，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，说话又臭又硬的。啥呀？我那叫又臭又硬？我那叫憨厚，我这叫耿直。那啥身份不知道吗？喝啥大红袍啊？吃啥海参呢？你俩聊着，你过别跟他一样聊。没事，没事。他这个人呢，他就这样。哎呦我，同学来了。那个孙经理那电话你打没打？问到哪儿了？号给你自己打得了呗。哎呀，我就认为啊，这一天激恼的是。我是来个电话，接个电话啊。你接你的啊。喂，你好。哎，那个是孙经理吗？哎，你是哪位？我是啊。哎呀，你那边这声音有点杂，听不清啊。啊，可能信号不好。我说我是啊，你是哪位啊？你大点声行不行？喂，喂，喂，小点声。干啥呢？可没看着搁这打电话呢。啊，行，那我小点声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孙经理啊。喂，喂，啊，我是啊，你是哪位？你那有点杂，听不清，你大点声呗。我说我是啊，你是哪位？老子亲，喂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跟我比嗓门呢，我这一嗓子你一嗓子，你那是重要，我这是重要。啊，行，那我不打了，你打吧。孙经理啊，喂，喂，忙忙，你看这还挂了，挂了，都因为你。干啥呢，大笨呐，有点太过分了啊。是。不就一个电话吗？你再打过去呗，至于这样吗？是。我再打行哦，你仨谁都别说话。好好好。发这样。这个顾客可能有急事，要不我小点声。你去小点声接吧。嗯，别影响他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哎喂，是孙经理吗？啊，是啊，你是哪位？我是崔大笨呐，同学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不弄个同学会吗？我问一下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到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你后边呢。啊，你那马上就到是不是、啊、你等我，我上门口亲自接你啊。你等我孙经理啊，等我。靠点边，那挡道了看不着。大笨，哎，大笨，大笨过来。大笨啥呀，孙经理马上就到了。孙经理，在吗？我在呀。这也太尴尬了。哎、孙经理，孙经理，我一看你就是孙经理，像吗？太像了，自信，孙经理，自信。老自信你好，不是孙经理你好。哎呀我的妈，你说这么多年的变化也太大了，你说说你，谁成想你变成经理了，你说。哎呀，那个是呢，老同学，你说你都当经理了，你咋还穿上这身修上空调了呢？这不是员工家里边临时出点情况，
正赶上这边啊着急修空调，我就穿这身又来了。穿这身咋的？穿这身咋的？这叫啥？这叫接地气儿。这叫体贴员工。有这么好的老板，什么企业干不活呀？我要是在你手下干活，哼，我都不好意思请假。老司机，啊，不是，孙经理，哎，干啥？别来，坐坐我边上啊！来坐。不是打扮的啊，不行啊，我这身上啊，有汗味儿。那哪是汗味儿？这是淳朴的味道。就是这个味儿。你可别闻了，一会儿闻恶心了。我闻一辈子都不带恶心的。啊，服务员，上大红袍。哎，等会儿，不用，我呀喝自来就行。大红袍啊，喝习惯了，我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。上海参。哎。虾皮儿就行，那玩意儿补钙，适合我。孙经理，我错了啊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就别再挖苦我了。行了，大笨呐，你今天这组织这饭局另有含义吧？说实话，你这公司发展的挺好，我想跟你一起干啊，共同发展。我也不知道，哎呀，你能不能同意？就这事儿啊？同意。同意了啊？你看没看着？还是同学之间的感情真呐。大笨呐，你先别激动。同意是同意，但我有个前提。你说，等你把这些身上的坏毛病啊改一改，把这心态呀、调整好了之后，你再来找我。大笨呐，人呐，不要瞧不起任何一个小人物。其实那些成功者都是在最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拼搏过来的。人呐，不能好高骛远，更不能投机取巧，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。这样的前程，我个人认为才是坚实的。好好啊，孙经理。别叫我孙经理，老同学，叫我老自信就行，听得亲切。好，老自信啊，听你这番话呀，我真是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呀。啊，茅塞顿开呀。我是皮摔的，下水道堵了，那叫茅塞顿开。对对，茅塞顿开，这文化。行了，你就别塞词了。今天呢，咱们同学呀、二十来年都没见了，难得一聚，咱们好好喝两杯，叙叙旧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